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出席人数已足法定人数，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中午的会议，谢谢。开始。立法院第122届经费稽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议程，时间：中华民国106年12月15日星期五中午12:10至14:00，地点：本院群贤楼101会议室。一、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好，麻烦，谢谢。立法院第122届经费稽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事录，时间：106年11月17日星期五中午12:10，地点：本院群贤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王惠美委员等5人，请假委员施益芳委员等4人，列席人员：高副秘书长明秋等32人，详签到簿。主席：陈曼丽委员。记录：陈议会。一、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本院106年度预算执行情形报告，截至106年10月止，决定准予备查。二、临时动议。一、王惠美等委员书面提案，有关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之会议室予改正后，其会议室之摆设造成极度不便，不仅降低委员问政品质，亦使备询官员无法有效答复委员提问。为使问政回归常轨，原提案要求相关单位研议并回复原委员会之摆设，以利问政所需。决议：请总务处洽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意见后研议办理。二、吴坤玉委员提，为保障司机同仁权益，请总务处研议如何在劳基法规定之每日加班时数内，考量委员晚间用车弹性需求，妥白司机同仁班表，以核实报知加班时数。决议：请总务处研处。三、陈曼丽委员提，请总务处查明是否有本院职工长期居住于委员住宿会馆情事。决议：请总务处研处并提出说明。散会，12:50，宣读完毕。好，请问针对上次的议事录有没有异议？没有。没有，那我们议事录确定。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那个就是相关单位把上次的会议的执行的情形可以做一个报告吗？先请那个总务处好了。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那么总务处针对上一次会议的一个决议事项里面提出办理情形，第一项是关于司法法制委员会予改制后，由委员要求恢复原状的摆设。那么本处已经本院已经按照的委员会的决议哈，在106年11月29号以台立总的函文给司法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依照本次决议里面提供相关意见。那么目前这个案子正由委员会在研议中哈，第一个案子。那么第二项是关于保障司机权益，请总务处研议能够怎么样排班，能够核实让我们的同仁能够报知加班费的问题。那么这一项里面主要是因为本院的驾驶目前还有8名的缺额，那要再加上有时候在委员在临时用车，所以有临时增加用车的情况，所以有时候会产生我们的驾驶在当天已经加班达到4小时上限的规定了，而无法在20到22时的时候提供委员派用公务车。那么本院提出的做法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建议委员的部分。那么建议委员部分里面，就是希望比照我们以前的一个意见里面，就是说每天至多派车4小时，也就是说在加班时段里面，就是尽量只派车4小时，让我们来利益调派。那么第二项是说，我们希望委员能够在前一天在线上申请，让总务处的交通科里面能够很确实的知道说委员的实际用车情况，然后来适度的调派。那么第三个是说，假如碰到有党团动员，或是有一个类似一个政党活动的时候的话，能够请委员能够用共乘的方式来搭乘，那即减少我们车辆的派遣。那么第四个是，就是说委员假如按照时间
已经派好车辆以后的话，尽量不要做变动，这样的话才不会造成相关的问题。那第五个就是我们的委员住宿会员的部分都有派用交通车，假如委员能够搭乘的话，也可以减少我们交通车的派遣。那本处积极做好的部分里面有两项，那么今年度已经有了新购的那个七辆，已经编了预算要新购七辆车子。那么这个七辆车子跟驾驶只要是车辆禁用购买完成禁到院内里面能够使用的话，事实上就可以增加所有对于委员能够提供派车的一个使用。那么第二项里面，我们也会在整个的一个情况里面再去做详细的调查，能够预留一些人力来让专门，假如说有委员只是专门使用委员晚上的话，可以使用吊牌来使用。那么这个就是立法院总务处在整个关于为了解决可能有到晚上加班超过四小时的情况里面，我们延提的一些延役措施，那么以后也会持续致力改善对委员的一个派车服务。第三项是关于请总务处查明是不是有本院职工长期居住于委员住宿会馆的情事啊。那么这里面是有一个背景的说明，主要是因为台北会馆是从台湾省议会移拨到本院的，那么那个时候是因为省议会是在台中，因此派驻在北部的一个台北会馆的同仁里面就会有设置一个值班人员的休息室，所以目前是有同仁确实是在这个休息室里面长时留宿的一个在这个休息室的情况。那么目前我们经查以后是有三个人是长期居住在台北会馆的，那么现在有一个人已经搬离了，那么另外有两位的女性工友目前也在租屋当中，我们预计是十二月二十号以前会来搬离。那因为住宿会馆是采二十四小时的轮班制的，那么为了提供员工更换制服及待命执行等需要的话，有必要提供一个休息室或是备勤室来供使用。因此目前台北会馆里面还是仍然为日间柜台、夜间柜台跟警卫的同仁里面各保留一间所谓的待命的一个备勤室，供同仁里面能够轮流使用。也就是说我们保留了这三间所谓的备勤室或是休息室，主要是让同仁在上班之前还有下班之后能够更换衣服或是做短暂的休息，但是前提是不能够有我们的同仁里面长期居住在里面，这是我们目前对于这个台北会馆里面是不是有长期居住事件一个相关的一个办理情形。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刚刚那个处长有说到，就是说可以用共乘的，可是有些时候大家不太委员们不太清楚说有哪一些人有派车，或者是说大家是不是同时出发同时离开那个场地，那这样子的话要怎么办呢？共乘方式有两个啦，一个就是说我们每天在那个火车站有派车子到那个院区，这部分是可以共乘，那是固定行程，固定行程是的。然后在台北会馆里面也是有固定班次的一个交通车，都是可以来共乘的。那第三个就是说，比如说有党团动员，比如说要集体到总统府或哪些单位的话，只要我们集体派车，集体定时大家一起搭，就不会每人一人一部，这样子可以减少这个车辆的一个使用。以上说明，谢谢。好，那请问其他的委员有没有一些垂询？没有。没有是，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部分就谢谢处长哈，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项的报告，请主计处黄处长营销报告。主席、各位委员，立法院106年度截至十月份止预算执行情形报告，有关106年度截至十一月份止预算执行情形，详如附表一、附表二。仅就税入类、经费类项目重点说明如后：第一，税入类截至十一月份止累计分配数6987000元，累计实收数7983000元，主要系财产收入673万元。第二，经费类截至十一月份止累计分配数31亿5895万5000元，累计实支数28亿7087万2000元。
执行率90.88%，主要区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委员问政专项经费，包括委员税会及工会等六个工作计划，截至十一月份止，累计分配数12亿6589万4000元，累计实支数11亿8523万元，执行率93.63%，主要包括委员税、工会及选民服务会、工会助理酬金等人事费10亿4539万8000元，委员研究室、住宿会馆、水电通讯会、办公事务会、国内外旅会等业务会1亿2745万2000元，党团补助会1238万元。第二，议事行政支援经费，包括一般行政等六个工作计划，截至十月份止，累计分配数16亿6069万4000元，累计实支数15亿606万3000元，执行率90.69%，主要包括职工薪俸、保险及退休除金等人事费10亿6482万5000元，院区水电通讯会、土地租金、资讯服务会、国会频道委托转播等业务会4亿722万6000元，国会图书馆图书资料库购置等设备会3303万3000元，退休职工三节慰问金等奖补助会97万9000元。第三，一般建筑及设备经费，包括土地购置等四个工作计划，截至十一月份止，累计分配数2亿3236万7000元，累计实支数1亿7957万9000元，执行率77.28%，主要系数位印刷机设备采购等案已验收完成，为厂商汇集请款。另立法院智库应用系统前后台功能增修等案依契约未达履约期限，致影响预算执行进度。以上系本院106年度截至十一月份止之预算执行情形，均依业务实际需要及规定程序，本遵节原则核实检讨办理，整体预算执行上升正常，仅就重点内容扼要报告进行指教，谢谢。好，谢谢。请问委员有没有一些的意见，或者想要再更加的了解？没有。没有是，那我想请问一个哈，就是有关于那个我们现在有太阳能的发电哈，那那个的发电应该是属于其他收入是吗？哎，是的，是其他收入。收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以后可以在那个什么地方能够把这个数字能够显现出来？因为我想是说，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比较新的科目哈，大家也可能可以掌握一下我们的数字。好，谢谢。那陈委员没有其他意见？没有哈。那我们就立法院106年度截至十一月份止预算执行情形报告准予备查。好，那请问有没有临时动议？没有。没有哈。那没有的话，我们今天会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非常谢谢大家，谢谢。散会。